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咱所敬听的浑圆禅师，诸三大德菩萨信众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今日是公元2004年第一天，好日子。伫浑圆禅师诸三长老，啊，甲各位共同的扶持之下，今日举办这个有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万圣联合制作的大典。咱所谓的炎黄子孙5000多年的历史，经过862个天主，已经有11900多个姓，所有列祖列宗，因的姓灵，拢请来咱这个所在。过去我是通关的馆长。这个南口体育场属于通关，非常有感应，因为各位菩萨大德来这个所在，我相信也地是全台湾，嘛不止全台湾，也地亚洲、地中国、地世界，今日也是。天主教教宗在1979年发起的世界和平日，3天前，我有接到教宗保罗2世的写批，伊愿望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会当将今仔日做世界和平日，来教育启示较侪和平的意义。所以今仔日伫即个所在，我抱着非常神圣的心情，也袂甲大家提起25年前的今仔日，对咱台湾人，还佫有一项历史的事件发生，恐怕大家袂记了。25年前，1979年的正月初一，是美国正式甲中华民国断交。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日子，因为这个转变，予在台湾的所有的人民，甲中华民国的政府处境非常的艰难，也是因为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后，那边的领导人虽然口口声声讲台湾海峡两边。拢是兄弟姊妹手足，事实上，却发咱虽然讲是中华民族的后代，但是咱的遭遇、咱的处境非常的艰难。今仔日，浑圆禅师在诸三长老、各位菩萨大德共同的护持之下，举办这样一个非常神圣有意义。让我们遥想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往哪里去。2300万在台湾的人民，我们今天还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，我们在这里，如果真是想到我们的共同祖先，以及我们的共同祖先他所来自的天命，是希望人间是乐土，人间是和平的圣地，那么我们的共同使命，也就是发更多的愿心，祈求世界更多的和平，也祈求全世界有权有势的人有更多的爱心。越有权力的人，他越负担更大的责任。我们因此也期待台湾海峡对岸496枚的飞弹，能够因为大家发愿心之下，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神圣庄严的祭典，感应了在北京的领导人，能够很快的
把对准台湾的所有飞弹拆除。更重要的是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都知道一条飞弹计达差不多5000万的台票，500粒的飞弹渐渐要增加到650粒的飞弹，目标是对准台湾，要恐吓台湾。如果以咱今仔的社会来讲，咱偏偏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弟，台湾的人遐尼只良心，遐尼只慈悲，甲中国大陆无冤无仇。我们是远亲，也是近邻，为何需要飞弹相向？我们诚恳的希望，就借这个场合，我们发共同的愿心，感动了中国的领导人，会想念到13亿中国大陆的朋友，很多人还没有饭吃，很多的小孩没有书读，乡下的地方需要建设，生病的人需要医疗照顾，请把部署飞弹、从事军事武力发展的费用，转身来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穷苦人民吧。台湾跟中国，我们的祖先都是炎黄的后代。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最大的祈求，也就是希望以中华民族共同的和平跟爱所发送的愿力，形成一个和平的磁场，由台北放送到中国大陆，放送到中东，放送到全世界。和平跟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，维护和平，维护爱，是我们神圣的使命。今天所有炎黄子孙的后代，不管来自何处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愿望。和平跟爱是公元2004年我们共同的语言，以及我们共同的祝福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大家感谢吕副总统为中华儿女表达心声，请再次鼓掌。皇上，吕副总统回家。请大家起立鼓掌，恭送吕副总统回家。铮铮杀戮为革命，雄兵西羌多不明。共创大业，并且咱也奉上祝福，已经化出快速回折。黄河之水不断流，多千年来亿万民国。领袖，这是心连心，手牵手。共创世界真和平，天人共舞。Thank you.
现在咱以热烈的掌声向黄教授致敬，请黄教授声带共用发布。三拜礼，供养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大熔炉法宝，一拜。愿我中华文化弘扬世界，利众生。再拜。愿我中华文化启示文明，配天地。三拜。愿我中华文化大熔炉永垂不朽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，非常感谢黄教授的供养法宝，大家再次鼓掌感谢。此地众生好消息，自古是名师。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光临参加祭祖，呈现中华儿女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已将民主制度建立在台湾。现在大家以热烈的心情恭请王院长上香供花献果。奉香一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两岸和平。奉花再拜，祈求中华儿女心手相连，珍惜情缘。奉国三拜，祈求中华儿女共享民主，法喜充满。恭请王院长金平先生恭念祭祖文，以表达中华儿女的心声。祈祷文。
二十一世纪全球中华民族联合记忆主大典，中华儿女王金平沐手莲香前进祈祷曰：唯有中华民风淳淳，文化延绥，绵延流长，历久弥坚，尧舜汤禹汉唐民国盛世文明，地善相承，五千奇年，久远不坠，天佑中华，永享福泽，民国昭昭，民主初起，军阀日扩，涂炭生灵，五千年来，赤焰红鹤，随而重启，大陆大地入存，九州悲鸣，宗师破千，东南海隅，民主法治再造宏基，经之迎之，创之建立，民之所好，我之所避，民之所恶，我之所弃，天佑中华，逢凶化吉，风调雨顺，物阜民丰，国运昌隆，万事亨通，天佑中华。中华民国93年元旦与林口体育场。感谢王金平院长的支援和祝福，请大家鼓掌表示感谢。奉送王院长金平先生回家。远方而地仍是冰区，是有大地又是对山好兄弟。征战杀戮为何因，兄弟西强多不明，共创大业欢迎南雄山主会堂国乐团演奏。
掌声，谢谢松山慈惠堂美妙的演奏。现在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海外华人同胞代表上台祭祖，共启中华儿女心连心，手牵手，世界永和平，共襄一拜。愿中华儿女孤自地球村一家村。共襄再拜。愿中华儿女孤自地球村改吉祥。靖国地球村改平安。请我们海外侨胞接着献花。祭祖的单位，接着下来是海外企业界代表，请主祭者就位，奉香一拜，愿风调雨顺，再拜。国泰民安，三拜。愿世界和平，接着下来是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代表，请主祭者就位，请陪祭者就位，奉香一拜，愿风调雨顺，再拜，愿国泰民安。三拜，愿世界和平。陪祭者献花。功德主代表，请主祭者就位。请陪祭者就位，奉香一拜，愿风调雨顺，再拜，愿国泰民安。三拜，愿世界和平。
接着是建筑界代表凤香。一拜，愿风调雨顺。再拜，愿国泰民安。三拜，愿世界和平。今天来参加祭祖的大陆同胞人士有燕昭安、夏志正教授、任昌华先生、赵玉大先生等15位学者人士，请主记者夏志正教授先生就位。凤香，一拜。三祖列祖列宗圣灵护佑中华儿女珍惜血肉情缘，共花。再拜，三祖列祖列宗圣灵护佑中华儿女增长福慧光明，进国。三拜，祈求三祖列祖列宗圣灵护佑中华儿女共创世界和平，接着是教育界代表主记者治理技术学院校长杨吉东先生。凤香，一拜，愿风调雨顺。再拜，愿国泰民安。现在我们由台湾宗教界代表上坛祭祖，共祈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和平，请主祭者就位。凤香，一拜，佛菩萨加持列祖列宗有子民，九天色界为我朵莲，二气八方乾至坤。接着是义经大学代表及合唱团的祭祖，今天义经大学祭祖代表由圆道法师代表主祭，480位义经大学学员陪祭，
奉香。一拜，愿意双手一经成佛，供养中华列祖列宗。再拜，愿意双手洪水真经，供养创造人间净土。三拜，愿意双手虔诚善心，供养人类永久和平。新竹琼林终极一班，新竹琼林先修二班，彰化终极二班，云林斗六终极一班，嘉义先修二班，南投草屯终极一班，南投草屯终极二班，南投埔里终极一班，南投终极一班，高雄终极二班，屏东终极一班，高雄先修三班，台中南屯先修一班，台中大里先修二班，台中西屯终极一班，台中后里精进一班，台中先修二班，台中北区先修一班，台南先修二班，台南先修三班，台中神冈终极一班，台中神冈先修二班。继续，咱就请玉京大学甲着大专班学生代表上台合唱《天人合一》。列祖列宗圣灵甲中华儿女心手相连，共创世界真和平。把握最后哦，加油！充满活力，光辉四起，要中华，祝得有光多聚光，民族资源守望门，联合。人都要动，这就是我们的活力。光辉四起，要中华，祖德流芳多精华，民粹资源修王本，天马地势最寒家。欢喜的心，天人共舞，已经表达了中华儿女
活泼的生命力。接着到了奉送祖灵的时刻，我们再次恭请师父及法师升坛主持奉送祖灵的法仪。亲爱的中华儿女同胞，今麦请大家站起来，双手合掌，静听师父讲念圆满奉上列祖列宗圣灵灵龟极乐净土，是为本愿。今麦恭请师父讲念奉上偈文。奉送中华祖灵偈文。中华始祖，轩辕黄帝祖，神龙炎帝祖，九黎蚩尤帝祖，万姓列祖列宗，
天子、帝王、总统、苏眷领。次日会场，见闻中华儿女心声。五千年来悲怨怒红，战斗干戈不息，实非先祖所愿。为今起见祭祖大典，福望列祖圣灵，大发悲心，勿成恨怨。了无生起，今日香花奉祀，欢送赞叹，六尘共祀，普遍庄严，一一表达中华儿女爱好血肉亲情，文殊圆融，此日四时皆应欢喜信颂，此事已经圆满祭祖心仪，请大家心中观想我们的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绝灵，乘云乘坐彩霞之光，乘坐莲台升空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而去。
各位中华列祖列宗圣灵，中华儿女，今以回味年12月10日，正值有时日落西山之时。众等在台湾净土，一心奉送列祖列宗圣灵，欢喜纳受，接受供养，听闻中华一一表达中华儿女内在心灵的希望，回望列祖列宗圣灵众等大发悲心，赐福加持所有中华儿女化解干戈西战争，更愿意中华儿女大爱之心奉献服务整个地球人类，共创世界和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十方中华儿女同胞，今仔日的这座大殿已经圆满，咱有缘再出生，天人相会一处。愿未来来生会当在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同登净土彼岸，共享光明幸福未来。祝福各位平安幸福，事事如意，非常感谢。